生活小技巧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当图书馆没有座位的时候，不要搞了好吧。你看，座位不就来了吗？你看，座位不就来了吗？我看这能不能对上，这也对不上。你说你这不玩我呢吗？你这特效，你这不玩我呢吗？啊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把我当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要跟你结婚。我又不追我。真的？我真的没有。好怪我给你的爱从未停歇。